是陈玲瑜，然后还有那个是王宇博，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桌游是生日密码，所以它就是蛮算是个蛮简单的游戏啦，就是先从等一下的一张图的五张卡片中找到生日月份，然后之后找完之后就是。从下面那个就是等一下那个图会出现那个五张卡片找到生日日期，像是如果生日是11月9号的话，步骤就是切一下图，步骤一里面呢、啊、会有24，还有那个12还有4的那个图片里面有那个有11嘛，就这里这几个，所以。所以它步骤后会有卡，就是9号的话就卡片会有1和4，就是会有9号这个数字，然后所以如果猜出他的生日的就是获胜的人，就那么简单。所以有谁自愿上来当那个白老鼠？我不必。那就一直接好了。贴到那个图，所以他已经跟我讲了他的生日的数字。就是，那你觉得那你看你的生日在哪几张卡片上面？月份和日期，你找出来，全部找出来。嗯，从第一张卡片开始找。你的月份还有日期，你看先从月份，月份就是，嗯，就是你先从你的这个，来，好来，那个我停止录啊。